车另外一边。对，我的右脸没有那么的好看。好了，我转一圈，可以了。再一次好不好？再转一次。来这边哦，这边。好了，下面这里，对，谢谢。眼神给一下。对，我其实觉得，小孩是最舍不得的，对，因为我从可能他出生的时候就自己一直带他，然后，没有跟他好像分开过一天这样子，所以其实真的有时候在工作的时候，也觉得非常想他。会偷哭吗？当然会。哦、对，我觉得是，其实是比较好像我。不能没有他，他好像都还好。我们女儿是摩羯座，我是那个母羊座，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好像都玩得很开心，然后但是我就会有一点崩溃。老公我就觉得也是很舍不得，但是因为其实我们以前就是Sunny都会常常去拍戏嘛，对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可能就是分开工作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，那他其实那时候也是常常都会去工作，我就觉得好像因为也已经8年了嘛，就是在一起，所以也已经习惯，但是当然是非常想他的，对，我觉得就是你知道，就是他们说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， 就是有家人就是心就会在那儿这样子，对。